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从台北飞抵上海，出席3号在上海举行的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。之后，国共两党领导人将在北京就两党交往和两岸关系交换意见。这是近10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的第4次会晤。我们面对两岸关系，能够延续过去的历史，检讨过去的缺失，展望未来，对所有的人民，对下一代都是最好的。